日晚，备受观众期待的明星舞蹈竞技类综艺《新武林大会》如约首播，明星嘉宾悉数登场，带来了十分精彩的舞蹈演绎。首期节目中，吴莫愁还未登台表演，鬼马逗趣的性格就展露无遗。开场自黑体重，称自己一颗头的重量就能比肩秦岚的体重，幽默逗趣的语言引得现场笑声不断。据悉，在即将播出的第二期《新武林大会》中，吴莫愁也将以舞者的身份接受挑战，认真练习。一直以来，吴莫愁在音乐作品和现场表演中都展现了不俗的唱跳实力。此前他的舞蹈风格多以街舞为主，本次选择与自己熟悉的风格截然不同的舞蹈参与其中，着实让人倍感期待。自出道以来，吴莫愁一直在不同领域进行各种大胆尝试，无论是发起 Monero 造作行动，与年轻的原创音乐人合作推出专辑，还是参演喜剧舞台剧《嘻哈游记》，他用一系列突破自我的行动不断探索更多可能性。在本次新武林大会的节目中，吴莫愁再次向自己发起了新的挑战，通过尝试自己并不熟悉的舞蹈风格，试图解锁更多风格，丰富舞台表演类型。吴莫愁表示，在与节目中专业舞蹈老师的学习合作中，学会了很多新的东西。